个东西呢，它好在我特别欣赏您的这个搭配是这样的，这个两种花，桂花，桂花，还有这个玫瑰茄，洛神花，洛神花，也就是玫瑰茄，它们都是芳香开窍解郁的，这个可以说是发散的排毒的哈，这两种乌梅和山楂，它们是收的收敛的啊。那夏天的时候其实天气很热啊，我们很多人这个心气就虚了，就会出虚汗，有很多人出汗很多，而这两样都是止汗的，特别是这个乌梅乌梅，我们夏天为什么要喝点酸梅汤呢？酸梅汤，所有的酸梅汤不管哪种类型啊，都要放一点这个，原因就是乌梅它是收汗的，而且它是收这个由于心气虚出的虚汗，所以夏天你要是喝点这种乌梅汤呢，它就特别的养心啊，特别是我推荐老年人一定要喝，老年人其实我们讲老年人一年当中有两次心脏病的高发期啊，一个是3-9天，一个就是3伏天，三伏天为什么老年人容易心脏会出现问题呢？出汗太多伤了心脏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给他养心的